现在是早上8:45，我在修片。又起来咯，8点多起来吃早餐了，起来吃早餐了啦。起来吃早餐了啦，今天不吃早餐哦，会饿哦。2:07吃早餐，2:07是 lunch。当时我们会订这间酒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听说它的 lunch 很好吃，然后我们没有订早餐，所以只能在 lunch 吃。然后它的 lunch 写的比较严格啦，是说一人两个人进来超过要付费，可是事实上都没有。不知道，他搞不好两个人进来。不会，哇，很不错哎，感觉上哇，你带我都对，蛮热闹的。我们先找位置吧。Giving up on love, and I tried to block those feelings off. I'm like, I just want the cheese and honey. Yes, 浪爵很少有在帮你们专门在煎蛋的，这间有。然后这个水果啊，也很浮夸，水果总共有6种。翻浪爵的早餐，不像饭店的 buffet 的早餐很多，可是这间浪爵的早餐蛮多的。对啊，它很浮夸，就是它选择很多。一般浪爵你有个一两样面包就很多啊，也是就是像饭店的，就是自助吧的早餐种类比较多。那你知道你订这间饭店多少钱吗？我知道。多少钱？一个晚上4410，加上税金之后2个晚上110多少？不含早餐的啦，是因为我们有白金会员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还不错，真的很。No doubt, and I know she is the one. I guess you really want. 这个大香肠，这应该是我们有史以来吃过最浮夸的饭店早餐了。这个应该说最浮夸的浪，就跟一般早餐其实差没有多，有稍微少一点啊。有少一点，可是还是很。我刚刚就是捞这个汤的时候，就是番茄鸡肉汤，里面还有马铃薯，就是。整个就是看着就是家里妈妈会煮的、啊，就料很多哎、欸，里面的肉都是小鸡腿，都不是那种干干柴柴。如果你是白金会员，非常推荐来这里，不用订早餐，来吃浪爵早餐就会吃饱、哦。你自己为什么来这间？他也是上网查资料。我们离开行政酒廊了，好冷哦，现在已经下午1点了。我们从吃早餐的时间一直坐在那边，帮我们逼在右那边。我们在那边坐了4个小时，应该有差不多吧？有10点到的。对，11、12、1，对，差不多4个小时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游泳。他在健身房。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他健身房也很大哎、欸，看超大。哦，我没有看到。在那门口。你在门口。6点到4点早上6点哦。对，到晚上10点。那现在可以用啊。可以啊。有壁球室哎、欸，有晚一点可以来打壁球。对，可是他。那怎样？他的东西是可以用24小时。哦，真的哦，哎、欸，飞蛮大的，而且其实 view 很好哎，那边也看得出去。对啊。然后设备怎么样？看起来蛮新的。新的。对，这个踏步机啊，就有80几台，你在80几台其中用一台，我、哦、没有啦，3台踏步机，3台脚踏车机，然后这边有一些重训的东西。这边还有好多重训的机器，那跑步机啊也将近有8台，超棒的健身房。亲爱的，我们在曼谷的万豪的马奎斯饭店。真的，这间饭店都好，可是就是房间稍微小了一点。房间有点小，可是它房间采光还算不错。对，可是我可以它的房间应该算是每一间都可以看到那个 view， 是阳光好的地方。
而且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晚上，因为昨天真的太累，什么都没拍。我们刚去游完泳回来，然后我们要介绍这间饭店是很标准的，就是房间数很多，房间不大，可是公共设施超好的一个房间。可是它的厕所是有点小的，因为你这样比较，它比稍微湿掉。好，又在浴缸假装泡澡，对不对？刚才游完泳，然后洗澡。那看一下里面啦，马桶就马桶，它是一般的马桶，对，一般的马桶，免治的那一种。可是我觉得其实这间饭店算用料用的还不错啊，你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啦，就是整个质感。不要开水，真的，我们很快啦。不要再开水了，我在录东西，好不好？可以感觉出来，其实它整个质感是还不错的。它东西都是用大理石的。嗯，大理石。虽然说就是比较小一点，可是就是你至少用起来都觉得算舒服，没错。然后灯光稍微比较黄一点，对。镜子它其实它昨天我大家用完之后，我就发现这个灯可以转，可是我转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子。它有一间淋浴的地方啦，这边是淋浴的，所以它是干湿分离。对，比较贴心的呢是有一个小浴缸啊，这边一个小浴缸其实两个人泡是有点小挤。对，可是它的浴缸比较深，对，比较深，蛮舒服的。对，我昨天自己一个人泡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可是它的窗帘很酷，它是设计在外面，所以外面的人想看你洗澡也是可以看，可是你没办法控制它不看你洗澡。进来这边就是玄关，可是它玄关很奇怪，很小啦。你知道为什么很怪吗？为什么？就它这边设计了一个放行李的，对，没错。可是呢，当你把行李放这样的时候，你的门是打不开的。对啊，它没有。所以你知道 why 为什么我不懂？反正就是有点小。一进来门口这边有个衣柜啦，这边衣柜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有把我在淘宝买的睡衣带来，然后这边它有一样有附一些拖鞋啊。衣柜大概就是这样，它其实是一个衣柜，只是它做了三片门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个保险柜，这保险柜进来。可是我一直以为这边会是放咖啡机的地方，结果它没放。对，我觉得这边似乎这边没有插头啦，所以没放咖啡机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们再进来就是房间了，然后放了两张比较小的双人床，这边一张。这边一张，然后整个大小真的不大，因为这间饭店的重点是在公共设施。对，它公共设施真的蛮多。这个柜子啊，我觉得有点太高了，怪怪的。它其实设计这样子，不知道，我觉得它这样子是为了要让你下面可以放东西。真的齁、哦，因为它比较小了。它这边可以让你放东西。我本来，可是我刚刚有想，我原本想说行李放这，结果我放进去之后，这样走道变得太窄，也不好走，所以也就没有放。看一下冰箱，冰箱里面有什么？冰箱里面是有。付东西，可是是应该是要收费的哦。啤酒、饼干那些有的没有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抽屉有什么。抽屉是这样子，这边有些茶包、咖啡杯子，哎、欸，有开罐器耶，蛮方便的，不用再要。来泰国谁不喝啤酒？对，真的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杯子，红酒杯，还有咖啡杯。在下面一层是什么？在下面一层哇，热水壶，这边有个热水壶。来看一下电视是什么牌子，这边就写了，不用猜，先送的，三星的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不要给他电，哎、欸，电视可以拉出来呢，可以拉出来的。哇哦，现在都是这样子。不错哎，电视可以拉出来。可是电视蛮厚的，它不是薄的。我觉得蛮薄的啊。我觉得还好。然后这边有个装饰物，很好玩，这是中国风吗？为什么有个瓷器啊？亲爱的，你昨晚上睡了一晚，觉得他的床好睡吗？我觉得他的床稍微比较偏软一点，稍微偏软一点。你喜欢硬的，对不对？我比较喜欢硬一点，就是不要太软，因为太软你睡久都会陷下去，你就很热。可是他的桌子蛮奇怪，它是圆形的。圆形的。对，然后就变成是好像就是哎、欸，你东西放这或者放那，就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角。对，比较少人用圆形的。对啊，就是比较少人用。没错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这边也是一个圆桌跟一张沙发椅，然后窗外的 view 啊，其实也非常的不错。这边出去啊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公园，这边有个公园，然后捷运就在这边，这边离地铁站是蛮近的，交通位置是很方便的。我们要离
这间酒店我觉得它其实价格还蛮实惠的，它的饭店价格提供的这些东西跟服务，其实你会觉得它的 CP 值算不错，蛮高的。房间来讲稍微小，它的最主要都是它在外面的空间，它的游泳池、它的儿童俱乐部、它有壁球室、它有运动中心，就是它外面的公设是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你不想要出去，想要整天都挂在饭店里面游泳，这间也非常的适合，娱乐设施很多。嗯，对，总体而言就是一间不错的酒店。而且他们昨天就是在我们昨天在饭店游泳的时候，老爸有在吧台点餐，他的餐点刚好有特价，那白金会员又有一些优惠，他们点了一点点东西，还送了一顶这个帽子，对，给悠悠。送了一顶那个帽在悠悠头上。好了，老爸的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老爸的影片，你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最不重要的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